在情绪感受能力再生者的单元，珍妮佛跟学生闪雅飞邀稿。作为情绪感受再生者的他，所写出来的创作简直就是太棒了。所以，珍妮佛当然不能搁置另外一位有文采的学生巧慧，写一写他作为情绪感受自梦者的情绪感受告白啦。巧慧是珍妮佛给他在创作系列里所呈现的名字。他写的是。 我有一台织梦仪，就在心海里，无影无形，又如影随形。织梦无止息，有时白日织梦，有时睡中织梦，有时分不清是真还是梦，有时织噩梦，有时织美梦，有时织的是梦中梦，有时梦中清醒，有时梦中恍惚，有时半明半昧，半醒半梦。 在梦里，天空是我家，休闲云舒卷，随风无牵挂。在梦里，大地是我家，永山高水长，赏秋拾春华。在梦里，海洋是我家，浩瀚里徜徉，陶醉成浪花。在梦里，诗书是我家，字间感真情，墨中纵潇洒。在梦里，音乐是我家。 声优贯古今，琴心逞天涯。有时我梦见自己是可怜人家，梦想着前来救我的观世音菩萨；有时我梦见自己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救了所有的苦难人家；有时我梦见了所有心爱的钢琴家，我演奏的琴声正是他们内心的表达；有时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琴声的表达。 那时我却忘掉了所有心爱的钢琴家，有时梦见自己心系千户万家，却忘了何处是我家；有时梦见爱人、孩子、爸爸妈妈，千万家都开幸福花；有时梦里密友伤别离，有时梦里亲朋乐相聚，有时梦里悲唱哀泣，有时梦里欢天喜地，有时怅惘于幻梦破灭。 有时心悦与好梦成真，有时梦中皆叹尘世万般皆悲苦；有时梦里快慰人间处处存美善。时不时，我恍若梦醒，听到知梦仪在星海隐隐追问：是你在梦中，还是梦在你心中？醒来的世界，何尝不是在梦中呢？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时候听课的你？ 跟着这篇情绪感受的告白，也仿佛已是此刻你已经在梦中啦。自由意志之梦者的人，外人是不太容易了解他们，对不对？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那么情绪感受之梦者呢？哈哈，就更难啦，因为他们在情绪感受的表达上，就像海洋般的神秘而丰富。请问你有办法搞懂海洋世界吗？ 海底单是鱼类就已经让你数不清了，对不对？更何况海底的生物非常的多。海底是一个很神秘而且很丰富的世界，人类对海底的了解跟研究还真的很有限呢。情绪感受制梦者的人不轻易在外人眼前流露个人的情绪，即使这个外人是亲近的伴侣，即便是亲近的家人，即便是亲近的私密交情。 再来，情绪感受制梦者的人非常非常需要自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处，也就是说，在那个独处的时候，才能是情绪沉淀的时候。因为如果不在那个独处的状态，而且是放空的状态，不让情绪沉淀的话，是没有能力回到红尘俗世里继续正常的日常生活，因为他们特别需要躲起来。 躲起来是为了抚慰自己的情绪，而自由意志之梦者的人躲起来是当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情绪感受是每一个人跟母亲最初的关系，妈妈对待孩子的那个情绪品质所形成的人格能力。所以，情绪感受织梦者的人多半有个逃避现实的母亲。这种逃避现实可以有各种演法，尤其是逃避扮演所谓的居家母亲的角色。 譬如逃避担任妈妈的角色，逃避妈妈对家庭对孩子照顾的职责。有的是因为妈妈在外地工作，只有假日才回家。对作为情绪感受致梦者的孩子来说，妈妈平常根本就是一个如同影子般的妈妈。有的是妈妈生病了，或妈妈呢长期有精神耗弱的状况，根本没有能力扮演好母职的角色。在孩子的感受里，母亲的形象。 就是妈妈好虚无，或者是妈妈好可怜。曾经珍妮佛有个学生，就是情绪感受知梦者心理驱力有阻碍的，他妈妈就是常年的精神耗弱，他自己呢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会掉入了那种很无意识的悲观跟沮丧的状态，而且走不出来。他为了这个情绪困扰，上了很多身心灵的课程。你知道最后他在什么样的课程里最有感觉吗？ 最后，他是在上彩绘曼陀罗的时候，才找到情绪的宣泄跟抚慰。等于说，他情绪感受之梦者的这个心理驱力，很需要透过艺术途径来宣泄，宣泄他那无意识层面的情绪感受。而那个是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悲观、沮丧跟好弱。他自己在情绪感受上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当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那个不知道的什么。 自然的一一流动出来，情绪感受制梦者的人，心理驱力上如果有来自其他人格能力的协助，或者是来自生活里的其他助力来祝福，他们就很能善用直觉的方式来捕捉别人心里面的感觉。也因为有这个直觉能力可以捕捉别人的情绪感受，所以显得特别的包容，特别的怜悯，别人会感觉到这是多么悲悯的爱呀、啊。 可是情绪感受知梦者心理驱力，如果是受到阻碍的，那就非常危险哦。那叫直觉乱感一通的状态哦，反而变成是情绪的干扰，而且是大量的干扰，乱感一通，错把妖魔当神仙。什么是梦呢？梦就是潜意识的流露，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双手没有办法触摸的。而且潜意识并不是说只在梦境中才运作哦。 就像这个时候正在讲述这个单元的珍妮佛，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也依然在运作啊。然而，珍妮佛根本不知道那些在运作中的潜意识是什么啊。我只能说，那是自然会流现的灵感，它会让珍妮佛在说话的同时，好像突然闪过一个什么样的意念，或心里浮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情绪感受。不论是哪个类别的心理驱力，都是人们的直觉能力。 而情绪感受知梦者这一类的人，往往直觉能力有着如同预言般的能力，而且有时会以做梦，在梦中提前梦见的日后在真实生活里发生的事。学生巧慧就说过，当他还没有跟珍妮佛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已经在梦中梦过跟珍妮佛老师相见的情景了。而当珍妮佛在二零一八年跟他在北京相见的那一刹那，对他来说， 好像是梦中情景再见，熟悉的很。所以，珍妮佛说的，如果是情绪感受之梦者，心理驱力有阻碍的，当这个阻碍又被外境给引动的时候，例如去参加了灵修或者是冥想的活动，或者是去了荒凉的坟地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会乱赶一通，乱接一堆集体潜意识里的恶，却又全部照单接收这些负面集体潜意识哦。 以至于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情绪感受状态，在生活里恍恍惚惚,惚，分不清直觉跟乱感，现实跟虚幻。情绪感受之梦者的人，最能够捕捉文学艺术灵性所需要的觉受力，日常生活上也都会有着强烈的活出文学艺术灵性的渴望。当情绪感受之梦者心理驱力是被祝福的配置，这个人就会很有艺术的感应天分。 情绪的觉受跟感受能力上，特别能够承接跟内化文学、艺术、灵性这些领域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跟无意识的真善美。就好像刚刚我念的那个巧慧所写的情绪感受的告白，有没有发现呢？如梦如幻，也很有文学的美，是吧？情绪感受治梦者的人，基本上会是有需要，有时候要把日子过得懒惰的家伙。 慵懒，特别是在家里，可能呢就是躺在那里就不想动了，或者是呢躺着看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也很容易因为剧中的情节而感动落泪，非常的善感，很容易因为剧中故事而动情。 仿佛别人的悲痛如同自己的悲伤，很容易为别人的灾难、为别人的苦痛而伤悲，在情绪上仿佛是圣母玛利亚或者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因为情绪感受知梦者心理驱力上的悲悯之爱是一种宇宙大爱情怀。情绪感受知梦者的人，在跟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羞怯紧张。 至于到底在紧张些什么呢？往往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哦。情绪感受制梦者的人，当他们去上身心灵课程，为的是情绪感受上所需要的滋养，而这个滋养等同是情绪上的救赎，等于他们在寻找失落的母性自爱。或者呢，当他们去庙宇祈福，他们是在跟虚空当中看不见的十方圣贤、诸佛菩萨寻求神力的赐福。 但是呢，如果是去神坛找基同办事，期盼借由神力来解决生活里的烦恼或无助，那就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危险喽、哦。所以，社会新闻里那些神坛基同假借神明之名骗财劫色的事，经常可见，也已经不是新闻了，已经。